就是从差一点放弃到亚运得名的银牌，我觉得是非常奇妙的事情。对对，你觉得你做对了什么？坚持，坚持，永不放弃这样。因为那时候 我自己的零用金很少，然后又加上家里要需要一些帮忙这样子，然后加上我同一期的选手们在外面做教练就都有不错的收入，我觉得，然后在这个情况下我差一点放弃拳击。我觉得我会更珍惜，应该说更珍惜每一次的训练。对，我也觉得这个很得来不易，因为踏上奥运这个殿堂是很难得的，应该是期待比较多。但是因为奥运选手都比较就是等级会比较高一点，心态可能会比较紧张，我会尽全力去打每一场的比赛。那当然在那个时候他也马上顺利取得了奥运的资格，所以我们在这里、也勉励、就是说我们在这一个即将到来的这个比赛、我们一定要非常的这一个努力来为自己争取最好的成绩。他原先是从排球开始，然后再参与拔河，然后最后再参加拳击。那他在每一个阶段他都是非常认真非常这个投入的一个年轻选手。那他投入拳击的时间其实并没有很久，他就有优越的成绩，加上上次比赛过程中他发生的小插曲，我们就看到他的运动精神。我也觉得像这样子一个年轻的选手，我们在红道主席的牵线之下能跟他结个缘，我也非常的开心。非常感谢红道主席找了练总然后赞助我，也让我无后顾之忧的踏上奥运。等我有能力之后，我也会帮助部落的比较困难的小朋友，因为我以前也是在困难之中成长。对，我希望帮助那些比较困难的小朋友可以一步步的起来。